开拓一个虚拟世界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你脚踏在泥淖之中，但是你的心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去徜徉，也不一定你非要弄得那么高大上。我觉得真实是最重要的。最后一句话有人也看到了，他说这个是你这次的灵魂，就是我说葱长得很快，但我们的智慧长得很慢。就是我真的是觉得通过这次疫情，它是件坏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这座城市成熟起来啊，对我们的人成熟起来是一件好事情。人类就是这样，他经过不断的磨难，他才会成熟起来。大家开心的能够看到这些作品会笑一笑就好，笑一笑就好。